打电吗？不拿不拿不拿，这个我不要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我不对装。人呐，无利不起早，无利不晚睡。有很多翠友私信我，最近怎么没有下乡收料？因为工作的原因啊，比较忙，所以呢一直没有下来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下来收料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还是有一些惊喜的。啊，像这一家啊，应该是个大户人家啊。哎，这个是，这是老件古董吗？这个老古董，老古董。还有的，不是。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铜的吧？这个是好呢。嗯，咦，这个是。这是古钱币吗？袁大头。这个都是古董。这里有点看不清啊，大娘。看不清呀。我拿院里去看一下啊。好嘛。嗯。像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1905。这个我清楚，这个应该是袁大头。袁大头啊，据听说这样掐着，用嘴一吹，它这个放在这里是会响的。但是具体是怎么操作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我们来试一下，还真有，真有。不过这个我不懂啊，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但是这个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真的，但是。应该也不值什么钱吧，这个我不太懂。如果咱们翠友有懂这个的，可以评论交流一下。这个上面都氧化了，这个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，哈哈，我确实看不懂啊，我对这个也不了解。你先收起来吧。好嘛，这个、是真的、啊。这个是真的。因为我对这个没有了解过啊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啊，你收一下吧，啊，你来收一下。好好。嗯，我们这次过来是想收翡翠，收一些老料。哦。嗯，这里还有一个。管好吧。嗯，这个我也。这个可喜欢着。这个我也不懂啊，这个。也不懂这是什么材质的，是什么物件。我们还是看看翡翠吧。还是只看翡翠呀？啊，对。这个古董你喜欢的？不是不喜欢，是不懂，没有接触过。啊。是。哎呀，这些都是老料呗。料子还是挺老的哈。这种还可以，这一块冰黄，整个料子应该都是这种冰黄的。好嘞，这个好呢。好嘛。哦，这种料子是你们自己挖的还是收的？我们建房的时候挖的，自家地基上挖出来的。哦，就是自己家地基挖出来的是吧？嗯。哦，但是这种品质不行啊，大娘，这种的话，做挂件也不行，做个摆件嘛还勉强这种。可以呢，这个还可以呢。嗯。那怎么才这个料子才拿出来卖呢？那以前呢舍不得卖。以前舍不得卖。现在嘛，儿子长大了嘛，有事做了嘛。哦，都没想买张去来家嘛方便噻，没凑凑个的没买。哦，大娘说是
他家孩子刚上班，想给他买张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想给他凑点钱买张车啊。以前呢，有钱了多了，现在嘛，以前舍不得卖。这个品质倒是不是特别好啊，倒一般呢。这个东西我们说的话，怕给不上你价格哟。你好好来看嘛，好嘞。好好看呢，这个肯定要好好看呢。这个还是不错的，这个亚能的话油性比较强，也是一块大玛卡的。这个料子比较老，不过里边很有可能是这种白肉，应该它的雾层，亚能看的话颜色不是很浓郁，有点偏淡。这个多少呢？你到哪边啊？等你们烧好你的。我多拿一点，你说给我便宜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那可以啊，好吗？啊。那我就把我看的对眼的都挑出来了。这里边的，哎呀，这里有点碎呀，太小了哈。这是随意。啊，哎，这还不错哈，带一点色花呢。随便磨个小吊坠呀，小孩子戴，嗯。这个的话可以做一个随行的，还是比较油的这个料子，嗯，这个切口油性很强，这种料。像这种品质的，那就我收的比较少啊，我们一般收的都是稍微大一点的，出货质量比较高的那一种。这里边我看了，没有特别对的。小奶有小奶用处，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有意思啊！这个位置有一条色带，但是就是小啊。这个东西倒是挺好玩的，做个巧雕应该小精品件嘛，特色件。它这种料子玩的就是个特色了，如果再没有特色的话，就没什么价值了。行吧，那我就挑这几块吧。那这个都不是，这些都不是很对呀。对装的就这几块吧。就自己快点。嗯，这几块你看看，多拿点嘛，那样不拿不拿不拿，这个我不要，这个我不对装，我不收这种的，我收的都是能做点东西的，能出点货的。好吧。嗯，这几个你要卖多少钱？3万块钱噶。三万啊，三万，大娘倒是没有说开价啊。那行，那我给你取现金去啊。下打在校园的卡上的了。哦，直接打到你孩子的卡上是吧？哦，那你把他卡号给我。我拿了。嗯。这个手机号，看看我转一下啊。好，已经转过去了啊。你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收没收到。嗯。收到了哥，收到了。嗯，那我就拿走了这几块，好，包谢子谢你有，们老老板。不客气不客气，有袋子吗？有袋子我。下次有袋噶。好的，有好的你可以联系我嘛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，下啊，次有袋。我给你留个手机号，然后有好料子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嘛，嗯。好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好，下次有来买噶。嗯，好嘞。
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块料子啊，小的嘛就没什么可讲的了。哎呦，小的就是这几个有点特色的，带点颜色的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。这个料子是因为它断口发黑，种比较老。然后这个它是因为冰黄，它里边是满黄翡的。还有这两件也是挺不错，我个人比较喜欢，这个有点带紫色的，看到没有？下边有一点淡淡的底色。但是我最喜欢的呢，其实还是这一块料子。这一份料子它油性比较强，看到没有？但是这个料子要赌一下，它的里边可能会稍微变种或者是白肉，但是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雾层，油性很强，做一些巧雕啊之类的都是很不错的。像这种料子就比较适合做特色件了，牌子呢最起码能起出3到4个的一个大牌，而且料子呢比较完整，这几道大裂呢也不影响，到时候顺利切做货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份料子。其实像这些料子啊，价格呢也是能压一些的，无非是多赚一点少赚一点的事。但是最触动到我的是大娘对孩子的这一份心意啊，想给卖点钱给孩子买张车，然后呢方便回家。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善皆心利终为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走吧。